的经济特意记者办公室的主任严明伟先生到中山一分局说明，针对日前严明伟他在那个他拿一本被出卖的台湾丢向马英九先生这件事到案说明。那我们现在先请在高雄参选的陈信玉医师，请他发言。各位记者媒体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陪同严明伟主任今天来这边做大案说明。马英九在上任以来，常常使用司法破坏人民，这件事情即是一个很大的例子。虽然一开始马英九跟总统府，他一开始的时候说他比较不会提告，但中山分局却违反社会秩序维护法，还有一位李姓不知名人士却将他以伤害罪提告，企图以刑法就办。我们在这边非常愤怒，马英九先生，请你不要躲在幕后，不要再用这样的司法破坏的手段要杀害我们的这样一般的老百姓。彭光远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只是在网络上说甚至是人家公务员，他就入监服刑。有人批判我们的严明伟主任说他是暴力，说他的这个丢书的行为，这个诉求这是暴力，但是马英九握有国家机器，我们一般人像严明伟主任，他只是一般人，就好像用拿鸡蛋丢石头这样。有人会说拿鸡蛋丢石头是暴力的行为吗？所以我们基金车翼的伙伴在这边全力的声援他，全力的支持他，并强力谴责这样司法破坏的行为。我们相信如果独裁者压迫人民的行为越来越严重，我们人民反抗的力道也会越来越大。下一次马英九，下一次就不一定就是输了。谢谢。大家好，我是刘哲宇，我今年即将代表基金车翼来参选高雄市议员。严明伟，他是我们基金车翼的办公室主任，他是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所以我们今天坐在这里，就是因为我们敢做敢当，跟那些过去那些政客跳票、跳针、背骨、跳槽不一样。我要跟马英九先生说，我不知道你读过这本书没有，但是如果还没有，请你赶快去买一本来读一下吧。你是不是应该要反省一下，为什么丢书的是我们年轻人？为什么丢向你的书叫做《出卖台湾》？这本书是一个美国的外交官他写的，他比你还要了解台湾的历史脉络。你是不是要感到觉得可耻？你应该要反省一下，为什么我们台湾人民会对你执意轻忠、画毒箭头的政策感到愤怒？谢谢。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彦儒，我代表基金车翼选新竹市议员。我们基金车翼的朋友在全台湾，除了高雄以外，在新竹我们有派出候选人。这一次严明伟丢书的事件，马总统他提出这个告诉我们，要跟大家说，我们的法律，台湾的法律已经沦为了独裁者他做一个斗争跟迫害的工具。这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会有出现的状况，这是一个独裁者的国家才会出现的状况。所以我们要在这里呼吁，如果我们还关心我们台湾的民主，不要再继续退步下去的话，我们人民应该要站出来，跟我们基金车翼站在一起来对抗国民党。谢谢大家。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金车翼今年要在高雄凤山区选市议员的候选人杨承翰。我今日基金车翼会伫遮，就是要来声援阮个民选总统的主任严明伟。因为大家拢知影，前一阵仔，阮严明伟去予马英九签一本册。我基金车翼全部的人拢是在支持伊的这个行为。为虾米？因为大家拢知影，马英九伊是咱台湾人选出来的总统，啊，毋过伊煞一直咧去挖去中国。台湾的经济甲主权是愈来愈咧歹，
啊，像马英九，伊嘛是伫咧去我中国去遐讨。这为的是啥物？为的就是伊的政治的目的，就是要让咱台湾，咱台湾去予中国化成落魄。所以对这行为，阮基金会，阮的主力才去提出去阿推。比马英九甲伊即卖中国国民党，伊中国国民党即卖敢要主张中华民国是代表中国的政府，即个主张是咱台湾人绝对无接受的。伊即本互出卖台湾，去到马英九，去到即个出卖台湾人，这是多少尔？有一挂人，足侪人咧讲即个行为，但是因为是无礼貌、是违法的，啊，毋过要甲大家讲。若违法，阮愿意去承担一切法律的责任。啊，毋过大家莫忘记，法律毋是假，是用来维持咱社会的规矩尔。法律嘛是独裁者、统治者，用来维持伊要爱的规矩，伊要爱的权力。所以，这无一定是毋对代志。为什么来倒？像党外运动。这些代志，刚刚是唔对的，所以正确的代志，就是爱去做，就是唔要交违法，为着咱台湾的民主，为着咱台湾的主权，刚刚在做，刚刚有对。来讲无礼貌，安尼我要笑无？中国国民党，恁当初来占领咱台湾，恁二二八，恁解严第四恐怖，害死遐侪台湾人，恁搞出来何事呢？我问你啊，你敢出来回信的？你把乡亲，敢有把乡亲撂出来？你乡亲拢无撂出来，就咱叫咱台湾人打袂平静。安尼你有啥物资格甲我讲礼貌？你无资格甲我讲礼貌，你有当当国民党？这就是咱台湾民主法治上大的阻碍。谢谢。各位记者，还想当好啊？我是左营男子驱动，叫黄若煌。接下来，我以下所有的新闻稿要以客家话来念。我是一位客家人，但是马英九不止不尊重台湾，也不尊重我们各国文化，也不尊重我们各个族群的文化，包括原住民，包括客家人。他说他是一名客家人，但是他连客家话都不会讲。所以我接下来用客家话控诉中国国民党及马英九政权。国民党主席连战与两千空心娘事件，总统参选，所以后山东民众应该做群体，哪能够接受按你的国民党用暴力、用武力来攻击警察、来攻击国营企业？不过没办法，严重的嚣上瘾，很少年的出来一波人台湾的主权，所以我特别要讲，马英九。国民党、共产党台湾唔系我哋东西，台湾喺台湾，而喺台湾，台湾全国一派一个，国民党领导，台湾背后，国民党领导，台湾加油！接下来，我们最后请我们严明威主任替我们讲几句话。现场的记者朋友与各位到场声援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基金策翼联合竞选办公室的主任严明贵。我是9月27日晚间拿被出卖的台湾一书丢向马英九的人。由于我身为基金策翼联合竞选办公室的主任，领着基金策翼为候选人投入年底高雄市与新竹市的市议员参选中，为的就是要把中国国民党以及被既得利益者。被统治权贵所垄断的政治交还给台湾人民。太阳花世代激进策翼的青年参选议员，是为了要推动台湾政治的再改造。同样的，临时起义将丢向江苏，丢向马英九先生，也是为了要向不断亲中的马英九先生进行抗议。这是激进策翼一贯的政治态度，也是我个人的政治立场，绝非是为了选举而采取的预谋作秀。毕竟我们又没有马先生毛弟出现的情资。我既然身为激进策翼联合竞选办公室的主任，
那我所作所为在载着影响着整个激进车椅的团队，但由于我的队友同志都有着共同的政治信念、价值与坚持，所以不忧所砸向马英九的那一刹那，他们在全国激进车椅的同志看来，这根本不是抱怨，而是政治价值与信念的行动表达。激进车椅甚至认为，如果丢书是暴力，那利用总统职权把台湾主权搞到流失，把台湾政治恶搞到堕落，把台湾社会遏制到崩坏的马先生，那又是什么呢？如果丢书是暴力，也只是在飞出去的那一刹那时候，在 K 中马英九先生的那一秒钟以后，马先生依旧掌握了国家机器，但国家机器镇压性的暴力，更用警察与司法对我，亦或是政治异议分子进行政治猎杀与镇压。所以，丢被出卖台湾的我，必须今天来到中山分局报道。而出卖台湾的马英九先生，依旧掌握了国家统治的权力，但国家机器镇压性的暴力，继续推动货贸与自禁区等等出卖台湾与主权、经济与未来的行径。因为如此，激进侧翼的我与各位同志，风尘仆仆的上来台北，面对马先生执掌的镇压性国家机器的整肃力量，到达台北市中山分局报道，为的就是不放弃任何一次可以公开谴责马英九先生亲中卖台的机会。为的就是要唤醒台湾人民正视马先生恶搞到不行的台湾，为的就是要唤醒马英九先生的台湾良知，如果马英九先生还有那么一点点的话。最后，请大家不要再将我救火化，学生只是我一个副业，我是激进侧翼联合竞选办公室的主任，跟着激进侧翼的伙伴同志们投入年底市议员的选举当中，并期待以此推动台湾政治的再改造，实现我们激进侧翼的三大主张：政治民主化、主权自主化以及社会自由化。其中，我们最急切的，便是希望能把中国国民党这个法西斯威权的残余给彻底终结。这个政治身份才是我的正业。接下来，我喊国民党不倒，台湾不倒。国民党不倒！大家。